由于那些人点来，这世间大家人拢爱做大，真侪人咧祈祷讲，妖化的百姓啊，咱立志咱咧做大，无爱做小。真侪牧师嘛，直直塑造家己，互伊变做一个大牧师的形。真侪尼姑会想所有宗教的人，直直咧把家己起做变做大尾的大粒的。我想这是真普遍的心理，包括耶稣身边十个学生中间有两个兄弟啊，就把伊的妈妈供出来，将伊妈妈带因两个兄弟啊去见耶稣，啊耶稣讲先生啊，当你的国奶奶临的时，拜托把我这两个囝，一个给伊做啥？正平，一个给伊做倒平。你的国奶奶临的时，一个正平，一个倒平，安尼拢人头跑了了。我想，这个是这个现象最大的，由于但是今仔日拄啊伫这个遮，大家用这个时间来想，伫上帝的国度内面，伫耶稣的目睭中，什么是最大的？咱约翰13:14-15，咱到底读一下好不好？预备，来，我是你们的救主，你们的老师。我上学替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当该洗洗脚。我为你们立的榜样，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。当学生伫咧要求要坐伫王国的正殿甲道殿的时，耶稣不断伫咧调整伊的态度甲思想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做恁的主，做恁的老师，也搁甲恁洗脚。所以恁也着彼此去洗脚，做老师就要把学生洗脚，有知识的人把较无知识的人洗脚，迄、那个洗脚伫遮叫做服务。你来去到中华基督教院，中华基督教院的一个上顶就是耶稣把学生洗脚。男医生因夫妇把台湾人唔捌字的台湾人、看字的台湾人洗脚。男医生因夫妇佮因的囝佮媳妇四个人两代拢佮台湾人洗脚，但毋捌字的周金耀小朋友爸母已经甲气死阿外啊，规个脚烂糊糊啊！竟然院长娘男医生的太太要求伊的先生，这个囡仔敢要安尼放伊去嘛？爸母佮无要插伊啊！这个囡仔伫咱的手内，敢要放伊去嘛？竟然男医生娘要求伊的先生挂伊的大腿，对吧？去补救金腰小朋友的脚，那是亚洲第一个皮肤移植。相信这是无关系的人，甚至基督教平的院长，佫是英国人，他会甲一个台湾人的囡仔，爸母拢放弃的，竟然挂马倒脚。所以还有漳州有一个叫基金会，叫做啥？切肤之爱基金会。少年一段，耶稣在2000年前，当伊学生伫咧真悬最大，耶稣给因一个真要紧的记号。咱若伫上帝面前要做上帝的囝，你着啊对我来讲，因为我已经甲恁设立一个模范，老师甲学生洗脚，所以恁着去彼此洗脚。所以我有看到咱教会真侪真水的 model。做先生的安怎甲做太太的洗脚服务呢？做太太的安怎来甲先生服务？大家人拢点支持。哎呀，太水！即拢是基督徒伫咧无过基督耶稣后来。今日即个题目是矛盾的。做领导的，都爱甲人服务。甲人服务的是萝卜，甲人洗脚的，咱即摆台湾有真侪人年老拢有请外宾，迄个外国的太老、月老，啥物 OK 来到遮，啥你甲人啥人洗脚？
拢是遐互人请来服务的，伫咧甲主人洗脚。但是耶稣伫这个遮伫咧甲咱讲，像你若要做大个，大个做人的车用，要做头个，大个做人的萝卜，怎倒头变？困得落去无？因为咱昨拄拄选举总统，咱顶礼拜设立咱教会各团结个会长干部，注意一项，无论做会长的，你就是西洋，我今年就是过来做人的萝卜，甲人洗脚。伫咱的团员的中间，咱台湾人讲啊，十岁到尻川。啊！你着要按怎样学？要按在伫迄个中间做一个好个领导者。啊，好个领导者就是一人一个样，然后你爱去学去带因，去满足因的心意。上帝乎你有一个有机会做两个囝的爸爸妈妈，做两个三个囝的爸爸妈妈。会记你做爸爸妈妈就是领导者。来做领导者的，毋是要干呐，会晓甲因骂，会甲因拍。做领导者的就是。知影囡仔的需要伫倒位，甲因保护，甲因正行，甲因照顾，六西六尿，这个叫做萝卜。所以做爸爸妈妈甘愿做萝卜，服侍你的囝儿，一步一步牵架保护，然后伫你大汉时阵放伊出出去。领导者呾高人一等，萝卜低人一等，总是。耶稣讲，你若要做人的领导者，爱家己看做低微，不低。是安怎情呢？现在政府让人车倒落去啦，伊一项离开百姓太远啦。这受选出来领咱的薪水的，原本是爱服务人民，结果因所定出来的这政策离开人民的需要，太遥远啦。来，我就请问咱。小朋友，总统比较大还是爸爸妈妈公民比较大？爸爸妈妈比较大还是总统比较大？爸爸妈妈比较大，那大家比来小朋友大。爸爸妈妈比总统还大，为什么？因为爸爸妈妈缴税金，总统领我们的钱。花钱的比拿钱的更大，所以你那大花的嘛，每人过我私底下你大，我拢唔敢跟你讲的，拜托。我做牧师啊，第二个就是要来服侍咱，所以你有啥物需要？但是十二点以后，莫搁拍电话啦。除非你平，除非厝内有代志，啊，迄个时你三点你嘛都爱会当到。我牛都话常常到处里过年的时，然后我有人吵，吵到三四点、四五点，我才会当过转去。因为有人我差不多伫处里过年，伊的性命都有一挂无安定，开始发作，内面压抑的一挂物件发作，我都爱伫过年过半。即嘛已经拢真好势，因为下人最大，有一阵吼，咱身体的器官，大家人我不是大家人，身体的器官开始咧器官加工，看下人较大了，脚有一个起盘，脚，我旋转，你若咧食物件，拢无爱我行路去遐，啊行去到遐，迄、那个水果遐好食，竟然是手提。啊，嘴食，啊，微笑吼，恁大家人拢望到，干呐我卡，我拢看会到，食袂到，所以卡有一个啥，袂瘾甲你行路，你看到到人袂瘾甲你行，啊，心脏嘛咧压头，好啊，你头吼，头干呐会讲尔啦，啊，指挥东指挥西，你若要创啥，你干呐一个信号吼，阮就大家人安尼，好无形之差，所以心脏。袂瘾甲你拍碰无，你知影讲我好，你拢在睏，大家人拢在休睏，心脏袂当休睏，你倒来拍拼，拢直工作，直直工作，哦，嘴稳的稳，花好水拢恁的，啊，恁会当恁干了一支嘴，啊，我睏就大家人，大家部分睏了了，
好，啊，即马都大家人，即马开始咧吵啦，看啥？所有身躯的机能哦，我倒一个较要紧啦。吵啊到尾啊，你知影啥人上要紧？你敢知？你知影啥人上要紧？倒一个上要紧？尻川地气啦！尻川地气啦！为什么？好啊，恁大人那么吵，恁大人那么乱，恁大家部门那么吵。吵到尾吼，尻川偌沉沉，无爱放屁，放屎嘛放袂出来，无爱叮当。这两天三天吼是艰苦艰苦啦，两礼拜三礼拜吼，一个月过了吼，规个身躯全会叮当袂叮当，哇，软下下袂叮袂当，哇，倒伫眠床袂起来。到迄个时哦，所有的部门哦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向上挂，即马牙齿开始讲话啊，向上挂。好啦好啦，牛力啊牛力啊，你上挂你上挂，讲所有身躯的肌肉，牙齿上挂。因为哦，牙齿你唔通看伊安尼，是个老师人在遐咧讲这。但是你若开刀开了哦，咱到位医生遐尼做哦。逐摆开刀，每下医生甲护士入来，人问啊：“哎，进来，放屁啊？未？知个？放屁？哎，有放屁啊？无放屁，到底哪个要紧啊？在真侪时阵哦，上要紧的角色，伫普通时我们都视而不见。上要紧的角色，甚至真侪正人糟蹋的对象。哦，这囡仔有当时啊，若无细腻哦。”因为去爸爸、去妈妈、去啊，啊，但是若无爸爸妈妈，伊若无当好个话，因为真侪时阵，咱伫即个只咧讲一项，咱要安怎好好珍惜，搁伫咱个人群个中间，好好去架构出来，每一个人有伊个特殊性 ，particular 有伊个特殊性，但是每一个人伊个。真特殊的功能甲角色，你甲分配着了，你甲做好，然后搁较大一个结构，啊，互相架构出来。大概单位每一个人拢甲弄出来了后，大概真谦卑伫咧扮演他的角色，毋是啥人上要紧，因为伫一个健康的所在，没有你不行，没有我也不行，没有其他人也不行，所以有你真好。到我伫个发电间，有你真好。我对你讲，有你真好，像你嘛对我讲，有我真好。大家人互相安尼讲，然后大家伫伫个发电间建电工的机能。我想来伫有一个旧的这制度内面，大家人干那伫伫要爬到上悬的，然后来管啦。然后像人面顶的较操劳，还是下面的较操劳？面顶的较操劳，下面的较操劳？无同款的操劳啦，无同款的压力啦，对。但是，真侪时阵哦，第一线遮第一线的，真辛苦，袂当离开伊的工作单位，拼到无眠无日，伊的报酬上低啦。啊，这是一般的制度，但是耶稣给咱的。像我是恁的老师，要甲恁洗脚，所以恁也要彼此洗脚。耶稣讲，恁若要做大人物，就爱做别人的萝卜，因为我来不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给人服侍，是要服侍人。就是耶稣甲人洗脚，我想甲人洗脚，这个家已经在咧讲一个人，恁若认为恁较大。你爱去服侍较细，你若认为你较强较勇，你就爱去保护较软弱。你若感觉你的位较悬，位阶较悬，会记得你毋是为着家己谋福利，你爱为着下面的人伫咧谋福利。因为耶稣伫即款的下面，其实耶稣是全世界第一个提起迄个民主精神。什么叫做民主？人民做主。一个国家社会伊外面复兴，毋是咧看讲某人外头趁钱，毋是，
一个讲到这个社会，大家人会体贴，两者软弱的人也无。所以，若有残障的人，还是年老的人要过马路，到底这个社会是帮帮帮塞火车的人直直共帮，然后让遐个年老残障的人怎啊徛徛到路边唔通过，还是？虽然你开真好的车，你也阁真有礼貌，拄着无方便的人，拄着老的牵少年的，你的车会当真斯文，然后伫遐咧等你。咱希望后壁的社会，伊毋若会晓让人，伊阁会晓让啊，让动物。我第一摆去到迄、那个夏威夷。我拄仔对迄个机场出来，因为爱转机，想讲伫遐吼，伫遐停留拄仔，要离开机场，要过迄边遐，人也要甲我载。结果我徛到迄个机场门口口，我徛到遐看到有车来，我怎啊徛呢？咱台湾人习惯就看到车来，咱都爱让车嘛，对不对？我怎徛到遐，直直坐包徛到遐。我徛伫遐怎，后壁四五只车怎停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我都爱认为，哎，因爱只一只单停停的，是咧安怎？啊，后来因才有人甲我讲，叫我爱经过。我第一摆去到夏威夷，我唔知影讲，伫美国的制度，行路的人较大，还是赛车较大？行路的较大。阮是加拿大伫美国人的赛车，看到一群鸭行对入伫路咧，所有车拢爱当呾等。人家遐鸭行过，鸭较大还是赛车的人较大？鸭较大。迄个社会伫耶稣基督的理念已经变信仰，嘛变作生活的方式。咱若看到台湾，即个有真侪人，破破的车拢几千万，然后伫高速公路伫一半路打拍叫，咱感觉可怜呐、啊。即个赛车、赛车绝对无水准。伫耶稣基督的信仰，予咱的是这个社会的特点。所以人若哪会晓体贴软弱软弱的人，就只咱东兴国小唱的这个黄美莲博士的歌，伊重度的脑性麻痹的人，伫台湾无法度通生活，因台湾人看见这个。台湾人若生到这个囝，拢会想讲：啊，阮唔知做前世人做啥物歹职业，若无阮兜来出世这款的囝。后壁的人受这个基督的信仰，伫上帝的国度内面，唔是安尼。伊是众人爱体贴的，伊来到世间是上帝的礼物，伊是咱的天使，伊要来磨练咱的心，来看咱有疼心啊无，看咱有耐心啊无。我哪会晓将上好的来服侍伊啊无？因为当即款的起来的时，这个社会足混乱。有一日我变老，有一日我残障，我知影这个社会疼惜保护我，袂欺负我。因为咱伫这个信仰内面，咱就会追求这个社会落实。所以顶礼拜，咱遮的所有的团结，或者个领导者就任。今日一项，咱是要来给人洗脚的。长老唔免惊牧师，因为牧师嘛是长老。牧师是公道的长老，教训的长老，教育的长老。其他的长老是治理教会的长老。所以，阮遮做长老来服侍，所有遮的执事来服侍，所有咱遮的团结干部，然后阮众人要来服侍咱。所以领导若有代志，你个人若有啥物代志，你拍袂开，拜托你爱来找教会，因为阮就是来服侍咱。即款的教会生活有需要无？所以唔通袂记得，你家己有家己的厝内、家己的爸母、家己的兄弟姊妹以外，才也阁有一个教会。你唔通想讲啊，教会干咧基督徒尔，唔是，你就是唔是基督徒，你行入来教会，你就是教会的朋友。那个人拢爱帮衬扶持，咱都要互相。耶稣讲，若有人伫基督内面，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咱遮已经伫基督耶稣内面的人，咱爱开始咱的心性爱改变，
然后咱对社会制度的看法来改变，不是威权的人就大，而且威权的人拢是百姓甲因饲的，搁威那权的人，伊摕到的决定权哪大，因哪袂当犯错。伊摕到的权是咧照顾众人，毋是咧管辖众人。所以，毋知你有看到昨暝选举，无论选赢的还是选输的，包括选输的人，拢伫咧讲一句话：恭喜台湾的民主。最大、上大的得胜者是啥？人民。无论选赢的还是选输的，拢伫咧讲上大的得胜者就是人民。伫逐摆的选举的中间，即人拢无晓谦卑。即摆真可惜，选到了一挂人跑得硬硬，就开始伫咧为着家己伫咧积聚五谷、积聚财产。吼、哦，我想即个是咱爱搁较继续。发挥正人的力，互帮助这个国家会当向前行。来，这段的圣经，咱搁继续，咱搁读一摆，拢搁用翻译来背。来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这世上的人有执政者管辖他们，有领导者支配他们。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，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；谁要居首，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。”正像人子一样，他不是来受人侍候，而是来侍候人，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。我想领袖就是公仆，这是耶稣上这世间民主的制度甲伊根本的精神。哎呀，你知影基督教会上这世间上好的礼仪是啥物个？那这个议员啊，县议员啊，市议员啊，立法委员啊，这个代议制度就是长老教会的制度。所以长老教会上哦，这个世间上大的就是这个选举制度代议。大家人无法度讲同时去参加去开会，啊，就我选一个代表去，选一个代表去开会。啊，这个代表有啥物代志，带转来这个团体，这个叫做代议政治。这是长老教会上这世间的，所以这个代议政治就是通过选举来，所以所有世间的选举制度就是长老教会。啊，每一个领袖出来了后，要注意几项代志，最重要的代志，用正确的态度来做代志，所做的代志为着家己的利益，还是为着众人？为着众人。所以我想用安尼在看现在的政治。我想拢真要紧，即马过来换咱爱监督新的政府，因有常常以人民的意念为意念啊无？因有常常为着众人啊无，还是为着家己？我想毋茫甲这套的信用的观念，客气的转来领导，你若感觉你较强较勇，倒一方面较敖，拜托毋通真做威吓别人，互人惊的。你都要在那方面，反正你是要起来服侍、保护、看家、给人好。我想在上帝国度内面，上高贵的不是位高权重的人，在上帝国度内面上尊贵的是真做一个服侍人的萝卜。所以真多谢咱教会有真侪人在各所在，咱么伫咧七桌顶扫涂骹，到最前还到最后。其实这些都是上基础，这些都是上伟大，因为真侪掌声无够在你遐，但是恁从规个教会人真好势，那愿上帝先祝福咱，嘛祝福咱的台湾这个新的未来，真侪咱比今啊较好，感谢来祈祷。天顶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，愿今仔日耶稣的话，当真侪阮脚前的灯，真侪阮路上的光，真侪阮心灵的解答。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来听，也必要安尼来行，靠主耶稣的名祈祷。